一透早伫老师带领之下，囡仔来到地方班地，因是民间乡中的国小六年的学生。学校为着要让囡仔伫咧毕业进前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特别伫毕业典礼进前举办心愿新茶的活动。毕业生在毕业前夕制作心愿新茶的活动，那一方面呢也是呼应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茶产业的这个重要的产业活动。家里有在做茶的，大概知道流程吗？班茶体验结束，老师就带囡仔到这茶场，互因了解做茶的整个过程。嘛，互因体验暖茶。校长表示，这个活动会当互因了解到爸母做茶的辛苦。现在都在学校读书，反而都不关心地方的这个产业了那希望能够让学生在这个毕业前夕有机会体验这个制茶的活动让学生来能够也体会父母的辛苦感受一下这个制茶的一个过程然后应该对他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我小朋友在家里就在倒三天暖茶，所以暖到真色，有的是第一次暖，无真熟手，但是拢感觉真趣味。我觉得举办这个活动很好，因为学生毕业可以让我们体验大人的辛苦。可以跟同学一起分享这种快乐的感觉。这个活动的话，让小朋友可以知道整个制茶的流程，然后的话，小朋友也知道说父母以及说制茶的辛苦，然后学校的话有这个活动，让小朋友可以永远的有一个。永恒的回忆，护着他这样走而已，看到了吗？感动对这个活动也表示肯定，除了会当做到第三业的传承，也会当让囡仔了解做茶的辛苦。最后，因还阁将做好的茶放到茶瓮啊内底，而且拢写一张心愿卡，做回封起来。希望未来开瓮的时阵，心愿已经实现啊！记者郭维迈采访报道。